嚟到84年呢一題啊，咁佢就俾咗啲 A、B、C、K 嘅東西嚟啦。其實你見到條題目同埋啲 statement 有同一個英文字母嘅話咧，呢一啲都可以屈數啦。啊，即係例如你屈個 A 係六，B 係三，啊，咁你六除三就等於咩啊？三，哦，唔好用三啦，不如用啲好啲嘅數字啦嚇。我用八同四啦嚇。咁你八除四咧，就等於四除二啦，就等於二啦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屈咗咧，A 等於八，B 等於四，C 等於二，然之後 K 咧等於二嘅。咁變咗咧，你就可以代呢啲數落去咧，咁咪 check 到呢啲 statement 啱唔啱咯？總之你屈嘅原則就係要符合翻人哋嘅 condition 嘅。好啦，而家 check 一 check 啦，B square 等於 K square，四 square 等於二 square，啱唔啱咧？擺明錯啦。A 加 B 係12，B 加 C 係6，12除6等唔等於2咧？啱嘅。最尾啦，A 除 C，8除2等唔等於2 square 咧？咁都係啱喎。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ot 啦。